们是不是 rap 的？对 ，rap 的。今天拜拜，辛苦啊，继续努力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。Drive safe, Harley. 嗯，拜。那个戏刚刚拍完啊，现在8点钟，开到那边海边附近的话只要10分钟。我的 GoPro 没有电了，本来想带到那个片场的话充一下电，结果他们也是全部在户外拍，也没法充电。那现在我就去啊麦当劳，顺便吃早餐，然后再充一下电，看看能不能充到多少，能不能拍一点。麦当劳居然没有那个插座，哎，麦当劳全部都重新装修了，装成了现在一样的这种模式，但是我没想到这是新装修的，也是没有那个插座的，不像星巴克这些是肯定是有插座，让你就是充电啊，坐在那里待久一点啊。我现在去那个 Jack in the Box 看一下有没有充电的，不行的话就去星巴克。如果今天停车的还挺满的，我估计今天的浪不错，要不然没有那么多人吧。这里冲水是最好的，看都没有位置。最后在 Jack in the Box 还是没有充到电啊，他们是有插座口，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工作的，唉。然后后来我也星巴克也没去，然后就直接在车上充了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电池有50%的电，那就凑合着用一下吧。今天很多人钓鱼，你看好多人钓鱼，冲的也不少。一个垃圾，看看是什么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又鱼了，四川的，四川的人工鱼，有那手枪，牛逼，牛逼。